你身边有没有这几种人啊？第一种，尿推王，啊，跟死了没埋一样啊，好像没吃饭呀。第二种，养带狗，就往那带口养，啊，咱也不知道人家这力度是怎么掌握的啊。还有一种，看似二号是要进中带，其实他往那底带跑。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。最可气的是，逮着这种简单球啊，他能往死了灌你。还有一种就是指哪打哪，中带，这东西硌着我了。哎呦，宝哥，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？哪有啊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二手车特斯拉 Model Y， 才花了16万多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，但比新车便宜了10万多，真的特别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，每台电车都经过3年检测，照样有原厂质保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满意了再买。我跟你说，买二手电车认准瓜子二手车就对了。还有一种就是，要么就台子不行，要么就杆子不行，要么就不认真，要么就没状态，要么就很久不打了。你哪这么多事儿啊？搁这儿吧啊，我给你来个绝活啊，就用这根。这叫什么杆子？还有蒙神啊，这蒙神啊，老能蒙了。看看，嘿，最后黑八咱认真点啊，不蒙了啊。